发生什么事情？他是很严重的脑出血引发去中风，医生跟我讲你要有准备，他剩下5%的存活率。他醒来的时候我一直讲说为什么我要救他，我不懂要折到5年、10年、20年，我不知道。看我真的爱哭，我们要走进家人，星期二晚上8点，8频道。